兰花叶茎发黑是什么原因？兰花叶茎发黑一般是：一、湿度不够，叶子焦黄变黑；二、肥力太强，主要是根部不健康引起的。一朵花开放时间如果比正常日数少的很多，就是有问题。少个两三天之间，可能是天候或株身够不够健壮等小问题，但不用担心。如果差的太多，或者根本要开而不放不展，则可能是下列原因：环境变化太多，例如从买的地方带回家与新家环境差太多，运输震动。长期的运输震动，兰花受不了空气受乙烯气或其他有害气体侵袭，气温忽冷忽热，兰花容易生病。